我喜欢快乐的人，他们摔得最惨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来吧，寡妇。曾经我幸福一生，现在我却欲罢不能。全军出击！抠一下，抖抖抖！只要跟着寡妇，抠一下，哎，抖抖抖，平 A， 闪现。当一个人下跪，寡妇一级对拼很厉害的，发现没？狗头人没了，有点意思。这就是我想要的。哎呀，直接拆塔、啊、给亲吻，抽一点烟，行呗，好，一换一，这波不亏。那哈子过来了，我就老纳闷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人打野都打完都赶上一波，俺们家打野还在这打野？怎么这么高的伤害？那这虚区就这样啊。本来这英雄就有，其实就有点笨，没有啥位移。抠一下，抖抖抖。抠一下，抖抖抖。我的征服者一下就触发。直接给个亲，动动，还怎么动？抠一下，抖抖抖，吃个药。他没带药啊，不让他补刀。他敢上来一下，我们直接。给个爱心，你寂寞吗？嗯，哎呀，4秒钟以后他直接死啊！我靠，为什么差一丝儿啊？这有点烦啊，哎，这差一针儿，这有点烦啊。下回还是放个心吧。我感觉差不多了，我先直接上吧。因为你漏了个炮兵，哎呀。
跑车就是这漏漏漏吧。我也没补着，他也没补着，俺们相当于不亏。来呀，没技能，过来一趟啊啊！能不能帮一波？还不帮忙？他们历经苦痛后，马上我们升啊！寡妇一到六啊，这线上压制力就有了，有隐身。剥皮抽筋，从头到脚。龙女不可能打不过狗头人，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去。那狗头人干嘛去了？空一手线儿啊！每一次有人死去，都是一段爱的苦果。空一手线儿，咱们藏起来。他现在只要上线儿，我们就直接过去亲他。塔下我也秒他，现在。直接过来了，往他屁股后头钻。走走走！你说你想怎么死吧，兄弟？那塔下这波兵你不可能收啊！别急啊，抠一下，走走。给他，走走走，挺烦人的这哈子呀。咱就不走了呗，这是，这在上路住了。我怎么会懂得共情？不，你要干哈呀？这是要干什么？吃个小饼干来，来减速，走走走，别，给我敲死了！硬要换我呀，这。这把的皮海我们得斟酌一下，漂亮大龙，不太漂亮，你给我阻止他！哎呀，我的兵啊！伤害他们是出于爱。这哈子是真能搁上路待呀，就不走了呗，就。别急啊、哦！哎呦，人有点多呀！我的好兄弟，人有点多呀。这人也太多了，这兵卷从哪来的？我试试这兵卷能不能杀啊？还有大应该不行。
格打扮，像永远准备好诱惑下一个目标。黑夜是我的面纱。嗯，大用了吗？那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哎呦我天哪，他大用了，我刚才把他杀了，我拿双 buff 啊。还追呀、啊！哎呦，我狗头人挺能追呀、啊！想要找到我，嗯、你寂寞吗？啊，狗头人挺能追呀、啊！天黑好办事，我都不知道他出来干嘛。挺烦人的你呀、啊，啊，你可挺烦人的。我一瞅，哇，这蛤蟆是真讨厌人。我都想拿计算器数一数他们一共来了多少趟，就一直跑啊，一直跑啊。这还好是没出美甲窃魂卷，啊，这要出美甲窃魂卷呢，这就完了，根本就不让你玩，就一直往上冲，一直往上跑。那狗头人补了三十来个兵，你说你老跑什么呢？你像你能绑起来似的。我喜欢快乐的人，他们摔得最惨。30秒，推推棒。我无法体会任何感受。这傻逼。出来太追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生气了呀，这是。推推棒呢？我不用，不行吗？我乐意，管我！我就要用个大，不行吗？美甲窃魂卷。
感谢还得嘴硬送的飞机，干哪有嘴硬送的飞机？谁送飞机了？一早上啊，来了以后连个飞机都没有啊。走吧，去趟下路。这种饥渴很快就会被满足。别急啊，别急，等个十秒。来了，泰坦。哎。给你个亲吻，哎 ，nice， 我的龙，美甲窃魂卷花城，他怎么到哪都抢炮车呢？这人啊，别着急啊，俺们身为一个寡妇，现在就找下路赶赶。嗯，能隐身就是好。来，么么哒 ，Q 一，兜兜兜，推推棒。哎我天，这虚虚。走呗走呗走呗，一下扣一下，兜兜，我的美甲窃魂卷14层了。这把我决定出个水银，还他们家控制太多了。一个寡妇如果他连被控都控不住的话，那么他就已经无敌了，明白吗？打不打工这无所谓，这无所谓。我们这水银海加上我们的韧性51点韧性，冰女控啊就相当于1秒的控，根本我就控不住。中路线咱不吃，我们主要是吃人头，来美甲切魂卷，去下路赶快一波小黄毛。他只能还得往下走，么么哒 ，Q 一，兜兜兜，推推棒，平 A Q 一下，兜兜兜。这寡妇干克人真的是很好干克，越低分段越好干克。基本上宗师以下都是随便干克。这蛤子可挺烦人的，可是挺烦人的，我都不知道他想干什么。天黑好办事儿，小伙子你别走啊，今天我不赶赶你，你看着的。哎呀，你在那打猴，我是好像打错人了，为什么我的 W 给了野怪呀？未知的事物是无害的才怪。这东西可是改日再来玩。追随又，我先打个蓝 buff。希望这哎，死光了！怎么会的呢？隐身。
哎呦！要找到那个特别的人。小黄毛挺那啥呀，挺猥琐呀。我们这波没大，最好还是别杀了，伤害不一定够。那如果你要推塔的话，那不好意思了。扣一兜兜兜，推对棒没打过，我就知道我秒不了他。我真是个傻逼。我的美甲窃魂卷呢？推，吐一刀！哎呀！刚没有巫妖，所以我们的虚区啊会有点低。刚要有巫妖能应该能秒。这个巫妖对于寡妇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。可以摸，但是不可以看。跑得快。么么哒！哎呦我！哎呀，别这样啊！错了还不行吗？这家伙，我的美甲窃魂卷呢？真是不给面子。团灭，一波五打四，一换五。可以卖了呀？不卖，卖什么呀？卖，别着急啊，这都是小问题。不过这波打的是真的狗屎。狗头人，开大招要拆我防御塔，确实是行啊！怎么的呢？这是没有人能杀得了你了是吧？我一看呢，啊，是不是没有人能杀得了你了？我大死你！又是这个冰女儿。漂亮！哎，这冰女好烦，每回都打我。薅着呢，薅着怎么没了呢？哎呦呦呦！赶紧来个猫着！薅着没人保，挂机了。那他挂机不行啊！俺们家缺 AD 伤害呢。
这蛤子是真烦人。还出大影魔刀。这龙女没大，别打了。少个人，我们家而且算了吧，守塔吧，回来守塔吧，先去打个蓝去。咱也不知道这狗头要干什么，上来康昌一个闪现接个敲，要一个 Q 把蓝刀锋敲死。找个人确实是比较烦。哎，为什么会没秒掉啊？好奇怪啊！三十血没到斩杀线吗？行，没有前排，人太多了，你直接扑他们家蛤子。有那什么呀，有那个，有那个大影魔刀。哎呦，这什么伤害呀，我天哪，人给我干没了。小黄毛一个 W 扣打了半管子血，点了那不能点。现在耗子连上来我们能赢，主要是看这耗子能不能上得来吧。你看，要有斗志，兄弟们，这不过是一点小挫折。29分钟你都打了，你差这几分钟吗？不要，这红我要了没有用，我那寡妇不缺红。咱们藏起来。找找人啊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薅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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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了，薅着死了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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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扑走。那不扑走怎么还往回扑呢？后边没有人。我上，他们家这冰女没多少血啊。
别急啊，别急，别急，看看啊。靠！我可以陪你，可以陪你，但是你别，你别跟那蛤蟆打呀！狗头银什么意思呢？送美甲切魂卷，致命点眼啊，可以再打，一个一个来啊，一个一个送。对，我的美甲切魂卷，它十六层了。黑夜是我的面纱，找一下小黄毛，可以杀他，但是他后边很容易有人啊，我们所以秒完他立刻走，知道吧？秒完他立刻撤。回家了。女孩子必须懂得什么时候该一走了之。推推棒没有闪现快，推推棒还得往前冲一下子，它容易一走。我交闪稳妥一点。剥皮抽筋，是不是打大龙？应该不能，他们没伤害。我去，我来放个眼儿就行了，没关系。当一个人下跪求饶，就是他最坦诚的事。Your inhibitor is respawning soon. 先上天堂，再下。加血可以啊。先隐身来杀冰女儿，泰坦好送哦，狗头银蛤蚱，狗头银好像也没什么装备。小龙我们得要啊，小龙带斩杀。就是这一剑，放下剑。哎！我的天哪！哦，蛤蚱，这蛤蚱大荧幕刀确实有点厉害啊。没事，我们能回血啊。快点！龙谁的呀？漂亮，我们家的，给我杀！回家出法穿，无敌了。大龙左边有个眼儿，
龙女儿没死，我们可以打大龙，就是。后来我披上了她的皮，出个金身，没她空啊。那狗头人其实我都秒，现在。追随，你寂寞，我。狗头人好厉害啊！好像狗头人确实是有点猛。不过我能回血，没有关系。哎呀，人有点多。他们还要打大龙啊，他们要打大龙可以上啊，啊可以上啊，顶顶顶顶顶，薅着薅着，这波可以打薅着，薅着别大着就行，薅着打射左边啊，漂亮，薅着，哎呦薅着，我杀刀锋。怕啥？他跟你的回血呢，你杀他！他没有物抗，你杀他！他是个屁的！你给我抠死他！这刀锋也不行啊！我一看，这不被踢死了吗？哎呦，我这抠都空了，这抠都能空。刀锋伤害确实不行啊，正常刚才其实是一波很好的机会，你知道吧，他们家正好死一个，那狗头云死，对面少一个人，我们打一波，狗头云害个东东，来亲吻你的脸，把他大打了也行，别急啊，主要还是杀小黄毛。先插个眼儿，小影魔刀出了，打死他得了。先走一走啊，别急上。泰坦要单杀我，我的妈呀，这是谁都敢杀我呀，我一看呢，都死了，是不是可以推个钟啊？这杀完人以后没动作呀，这不行，还推不了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。来，我们搁钟楼等着啊，等人，搁钟楼等人。看看能掏谁，冰女儿也能掏，直接掏冰女儿也可以。别急啊，在这等。想要找到我，只要你找到我。主要是掏屁股，知道吧？龙魂了，
我这得大走了呀！我一看，太对呀！如果刚才你们都不打的话，这边就别打了。龙魂了。哎，中路要么推没了，撤，撤耗着，撤。没有视野呀，右边啊。来大龙其实可以，但是龙女死了。没有痛苦，他们如何懂得？别急啊，等小黄毛。这 EZ 没来呀、啊。EZ 在哪儿啊？完了，失败呀！不守他丝好了，守他丝有点上当了。确实是勾引我们的，守他师其实就上当了。聚聚小黄毛神出鬼没的，小黄毛可能就是等我的，你知道吧？小黄毛刚。